现在的高端抓木机长什么样？来看这款全新升级版的 BD95-9GS 轮子抓木机。这款车还是延续的保定产品家族式的涂装，高级灰搭配亮黄色，尾部更换一体成型配重，比起之前非提式的，是不是美观大方了许多？该机型配备了御柴博四新系列柴油机，功率是55.8千瓦，与大泵匹配更加合理，整车动作超强有力，且柔和度更高。下车架改为整板一体焊接式，回转支撑直径加大了8.5公分，稳固螺丝在增加了6个的同时，型号由 M16 加大到 M20， 提高了整机作业稳定性以及回转力量。全车胶管均采用进口品牌，特殊部位采用超柔管，前端抓具部位由2层钢边升级为4层钢边，并加装了金属弹簧护套，耐磕碰耐磨损，而且使用寿命更长。加大轮边减速桥，825-16轮胎，前推土铲加宽1公分，加长了8公分，支腿钢座连接板加厚，增加强度，提高了整车的稳定性。所有轴径统一加粗，并调整为5的倍数，做到了与市场标准轴径通用。升级大屏显示器，加装倒车影像。保定抓木机一直在升级，只为更贴合用户的使用需求。